今天是波兰的第二天，我又到了这个广场。总体感觉啊，这个城市消费特别的低，然后呢，这个很有这种欧洲的感觉，而且又有一种社会主义的这种感觉啊，跟中国有些相似，因为我毕竟都是被这个苏联呢，也就当年的这个所谓斯大林的那个政府所牢牢的控制过，所以呢，从建筑风格呀到文化上都有很惊人的类似啊。当然，现在中国走了一条官僚资本的路啊，那肯定是不一样的。这边就是麦当劳和肯德基是非常之少，找了半天没找着。哎呀，我这个早上还没吃饭呢。这边的亚洲游客也非常的少啊，在老城区的话呢，你会看到一些，但是在这个最市中心的地方，没有外国人，基本上没有黑人，没有黄种人，地地道道的波兰人。这个和他们的移民政策有关，因为他们不太接收外来的移民，而且同时呢，难民也不怎么接收，所以保持了很纯粹的这种文化。这是一个波兰银行，但是麦当劳在哪里呢？我觉得我迷失了，竟然没有麦当劳。在这儿卖炒。